现在外边的人都在传，当初是我和老陈要害死大哥，还说我们是为了独吞陈家的产业。是这样啊？我们这代人的故事看起来太复杂，现在想想都是遗憾。可要真回到了那个时间里头，我不觉得会有人处理得更好。威尔 V 型卫生巾 ，V 型贴合，动态防漏。 打不动了，谁说的？再来10盘我都能赢你。你赢过吗？二比零。 伤哪儿了？是这儿吗？哎呀，是吗？到底伤哪儿了？爸，伤哪儿了？哪儿啊？没事儿。我就是好久没听你这么称呼我了。我给你买了月饼。 中秋节快乐！臭小子，祝你节快乐！
不行，我感觉我不行了。你跟我说，别拿走。他上楼了吗？上了，他倒是自己进了个屋子。里面有东西吗？有一个小灯。那个墙角是不是有出来了吗？哎，那灯开始闪了。然后呢？你现在不看，你现在不看。我不看，我看不了。我快点，告诉我来了吗？灯闪了，有个影子。你有病啊！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你给我，我看不了。我让你给我高能预警，你吓我干嘛呀？你走吧，我不要让你弄了。好了，别弄我。好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以为恐怖片都是这样的套路。现在过去了吗？过去了吗？过去了。你看，没了。就刚才那一下。你太幼稚了，你。都怪我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我以后都会保护你的，我以后再不。冲啊！你确定？你的胆子比我大，可以保护我。中秋节也过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们？过阵子，过几天。还没想好。本来三叔把釉水配方交给我是件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最近外面传成那样，我还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三叔。三叔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也会伤心吧。怎么活得有点人间清醒的感觉啊？那还不是身边有一个大清醒？那我可不如你啊。哎，你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真的不一样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觉得你越来越强大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够温柔呗。我不够小鸟依人呗。不够可爱了呗。不讨人喜欢了呗。不讨人喜欢了我们怎么办呀？这样不是很温柔一会儿呢，你再打两句。那么多工作什么时候做得完？明天再做吧。不行，明天小满要陪柯岩出去，我得回工作室，没时间啦。我姐倒是有事就把活都扔给你了。
当然不是了，小满负责的比我多，而且最近他还要帮科研，我感觉他比在北京的时候都忙，我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呀，我自己也充实。关系倒是挺好。嗯，是好朋友，更像家人。格子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干？啊？要不你和我姐谈谈，反正她最近和科研谈的火热呢，也没心思管工作室的事。我们自己在市里租个好点的店铺，你自己干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儿，我以后也不会想。因为我们满格工作室所有的作品都是小满创作的，没有他就没有工作室。但是视频和带货都是你在负责，没有你大家就不会知道满格工作室。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我姐她现在就想谈好她的恋爱，她就想做好柯太太。那是你不了解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经营一个自己的厂牌啊？哎，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，我姐她现在在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们也得为自己考虑考虑。不行，快点快点，把我电脑都合上了。小美，三叔，三叔，你坐，你坐。时间我没回家，其实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小曼，三叔对不起你，你爸爸的死，我有责任。我想当初要是没有告诉他那些事情，他是不是他就不会。小满，三叔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爸爸。这些事情本来早就该告诉你，可三叔是真的怕，真的怕这件事情再一次伤害到你三婶，还有三叔没有脸请你原谅我，
只求那件事情，那件事情你能替三叔保密，啊？三叔对不起你。我看这回这个疾风应该也算是气数已尽了吧。老刘准备那十几笔订单同时退单，哼，这对那两口子的影响恐怕是抹不掉的。就算这订单的问题他们能够解决了，信任这个东西这么脆弱，他一碰就碎了。所以说赵总，我们俩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疾风那边的股东你到底找没找？你们放心，疾风现在的人心啊，就像那干池里的泥沙一样，捏不到一块的。我有把握，这疾风能不能捏到一块去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咱们三个快要捏不到一块了。嗨，没事儿，反正明天不就是疾风的股东大会了吗？如果我们要是看不到想要的结果，那赵总，您就得把您该吐的东西给我吐回来。赵总，赵总，你这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我给你准备了夜宵，多少吃点吧。哦，赵总，你有一封文件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有需要记得叫我。几点了？你看几点了？看回来吗？看看几点了？有意思，感觉不了。哎呀，我问问这个，要不你问小鹏，跟他说两句。你问一下，我问问陆毅，回事？宣彤啊，你爸妈怎么回事？今天还来吗？看见了吗？平时早就到了，这是心虚了吧？对，你说什么呢？对对，到时间了吗？你急什么呀？各位，谣言就是谣言啊，谁信那就是大傻蛋儿。哎，你说一说的人，别对号入座啊！说谁没说你们啊？时间不还没到吗？着什么急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。哎呀，还是姓姚懂事儿啊。小美，
边吧。对呀、啊。老板，来了。让大家久等了，对不起。小满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两人和好了？算是做做样子吧。大家都到了，好，这个会拖到现在有方方面面的原因，不管怎么说又能聚到一起，我很高兴。最近关于疾风，关于陈家有很多的传闻，有人说是我和徐曼把我大哥陈化吉的厂子据为己有，这个话有他的道理。啊，你看，承认了，有这么严吗？承认了。当年我大哥走的时候，小满还很年幼，是我们直接接管了厂子，后来成立了股份公司。今天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从那个时候一起走过来的，这其中的沟沟坎坎、起起伏伏，外面的人不清楚。我想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心里是很明白的。我知道最近外面谣言四起，传得很厉害，你们也都很感兴趣，也想听我们的一个说法。那今天在这里，我跟老陈可以跟大家讲，我们两个准备拿出所有的积蓄把这些瓷器买下来，解决疾风眼下的困境。请大家相信疾风垮不了。那还不是疾风的钱啊？那应该的。哎呦，不能买这个。川总，你们经营公司呢确实是不容易，但是这个疾风啊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？还不是靠大家一起开会决策，出钱出力，共同努力的结果吗？哎，你不能把功劳都一个人占着是吧？对，是。哦，还有你说的什么那个储蓄旧公司，哼，听起来是好听啊，但是那个钱还不都是靠疾风赚的吗？吴总，你要这么理解，这么说也没有错，有你的道理。那我也问问大家，这件事情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解决？那很简单。嗯，你们二位啊，退出疾风吧。对，我不同意。陈寻同，坐下来。坐下吧。我看，光是退出过于简单了吧？能服众吗？老孟，你太仁慈了，留着这么个脓包，等他发言变臭吗？是啊。我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订单的问题，客户为什么退款，根源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次流言愈演愈烈，严重的影响了疾风的声誉，这是在其位者道德败坏，对品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这个责任应该由你们来承担。陈总、徐总，你们割肉这是对的，谁犯错谁挨打，疾风历来都是责任到人，绝不姑息。这是几十年的规矩。还有，为了恢复疾风的声誉，你们二人
必须退位让贤，以免刘岩二次伤害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我们应该表态，大家都要投个票，发表意见。你们的意见很重要啊，我们绝不能看着疾风没了的份啊。说两句。哎，小满，你没有参与经营，也独立出去了，很多事情你不懂，你就别说了啊。她是陈化吉的女儿，她怎么就不能说两句？对，你们平时口口声声的都说念着陈化吉的好，现在她的后人要说两句话都不愿意给个机会。小满说，你说。是，说说。谢谢严叔，谢谢各位股东。我知道我在疾风没有职位，也没有参与过疾风的经营，但大家同为股东，我认为我还是有发言权的。我希望大家想一想，疾风是为什么可以走到今天，靠的是什么。我也是一个手艺人，我理解大家的愤怒，看到自己做出来的这些瓷器被别人诟病，被别人退货，是很心痛的，我理解大家。但是三叔三婶一直都是疾风的门面，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支撑着疾风，他们离开疾风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们真的觉得是为疾风好吗？对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说是不是？行，各位，我在这儿也搞不开外面的谣言，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怎么对我许曼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想要智慧大哥戳老陈的脊梁骨，伤害到疾风，我许曼第一个不答应。说得好。爸妈姐，我支持你们。各位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只要咱们团结起来，什么谣言算个屁啊。好好好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既然二位不愿意离开疾风，那你啊给大家认真的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解释解释，陈大哥是怎么死的。对，我们就有一个说法，大家需要真相。各位长辈，没错，说开了，需要真相。就是嘛，我认为这是我们陈家自己的事情，我爸爸的死，希望大家不要再讨论了，行吗？陈小满，这不是你陈家的事，这是疾风的事，请你不要包庇你三叔和你三婶。我没有包庇，我。爸，妈，你们说话。有意思啊。这个时候还讳莫如深的话就有问题了。没法解释了吧。对呀、啊、没法解释就退出疾风吧。你没做过的事就说呀。老陈，你说呀，你快说呀。还说什么呀，那事实都摆在这儿了，这不说话就确实是。三叔三婶跟我师父的死没有一点关系。于剑，于剑哥，你爸是疾风的老人，你不是疾风的人啊，你没资格说话。我师父是被我气死的。因为我忤逆师父的心意，导致师父心脏病发。希望各位以后不要再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了。因为这件事情导致疾风的损失，我会想办法弥补的。小满，这么多年来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，但我现在说出来了，我解脱了。至于你原不原谅我，
我不敢奢求，我只是希望师父的死不要再被有心人利用，任何人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你难堪。小满，对不起。三叔三婶，对不起。我还是刚才那句话，疾风的损失由我和老陈来承担。至于刚才你们要把我们赶出疾风，等你们找到合适的理由之后我们再议。走。哎，不能走，别以为一个孩子空口白牙说的话就能给你们顶罪。就是，没错，不能走，把他拿走啊！对呀，他刚刚不是说完了吗？事儿都没解决清，不能走，走什么走？我建议大家啊，投票表决。对对，我支持，我支持投票，投票表决。今天必须给一个说法。对，给个说法。我陈华峰还是那个态度，只要是对疾风好，我可以走人。但是敢问各位。在你们心里觉得谁来坐这个位置更合适？人选我们有，我和老孟都可以。我支持。你们懂技术吗？你们凭什么呀？对，你们懂技术，凭什么呀？我怎么就不懂啊？你赢了，你快什么呀？我是站了多少？我比你懂，我比他们懂，你们才不行呢。要不陈家的这点事儿我来说。赵志豪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怎么为什么不欢迎我呢？赵志宏，这是疾风的股东会，你没有资格参加。资格？二十年前，你和我就讨论过资格这两个字。家族产业，当年我赵志宏算不算这个家族的一员？我的能力能不能帮这个家族助一臂之力？怕我动你的蛋糕？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你排挤我就算了，你大哥陈化吉的心思你也动？赵志宏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为什么不敢说当初陈化吉听到什么消息心脏病发作撒手人寰的？保安，保安，把那人赶出去。啊，程迅彤，是我儿子。赵志宏，彤彤是我从小养到大的，他不会是你儿子。你别在这儿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。看看这个，姑父，你开什么玩笑？
疼不疼？陈彤，陈彤，赵志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出去说，可以吗？妹妹，你疯了吗？利欲熏心。还记得吗？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那个能听见音乐的人。你说人话吧，赵志宏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们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跟老陈死了，疾风就不会落到你的手里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怀了我的孩子？如果我知道的话，今天一切也许都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就连知道自己做父亲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初跟你扯上关系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你许曼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，叫赵志宏。你跟陈华峰之间没有感情，只有感恩。否则你不可能20多年让他戴着绿帽子。你胡说八道！门！赵志宏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沈寻桐永远是我陈华峰的儿子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永远是。你对他而言，以前不过是名义上的姑父，现在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人。吉峰不欢迎你，陈家也不欢迎你。不行，我在牌坊这儿呢。哎，这儿。古街市集、回子楼那边我都已经交代了。如果要有什么问题，他们会随时跟我联络。嗯。你再仔细想想，彤彤还有什么地方会去啊？他能去的地方都找过了。你再去那边找找。哎。关心则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找到彤彤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带她回家。回谁的家？三叔的家，还是赵志宏的家？赵志宏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布这个事情，他一定是想用陈勋彤这个新身份，为他谋取什么利益。那姑姑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有君臣，上辈子的恩怨不是你造成的，也不需要由你来解决。如果你决定要管，那就意味着你必须插手疾风所有的业务，还要面对那些你不想面对的事情。但是三叔三婶还在等彤彤回家呢。我陪你继续找。小心他。回来了。
开始为了一抹颜色争取，一再告诉我自己不可以委屈，但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。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。Don't